尊敬的埃及总统阿卜杜拉·法塔赫·塞西阁下，尊敬的中国驻阿拉伯埃及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廖立强先生，各位来宾、女士们、先生们，大家上午好。我代表海尔集团向今天出席海尔埃及生态园启航仪式的各位嘉宾朋友表示热烈的欢迎和衷心的感谢。今天尊敬的埃及总统阿卜杜拉·法塔赫·塞西阁下，中国驻埃及大使廖立强先生在百忙之中莅临现场，中埃紧密合作的关系让埃及生态园项目得到了两国政府的重视与支持，是项目快速启航的坚强后盾。海尔埃及生态园项目是海尔海外建设最快的项目之一，中东非是海尔全球布局的重要板块，今天的启航将是埃及和中东非区域新征程的一个开端。作为海尔在中东非的首个数字孪生工业园区，在埃及政府的支持下，埃及生态园取得黄金许可证，利用黄金许可证一站式的服务优势，海尔埃及生态园从奠基到首样下线仅用不到一年时间，实现最短时间获得黄金许可证、最快开工、最快投产的突破，成为海尔海外建设最快的项目之一。海尔埃及生态园致力于成为埃及最领先的家电制造企业，项目总投资1.35亿美元，一期空调、洗衣机、电视总产能近100万台，为当地创造3000多个就业岗位。海尔引领的智能制造技术不仅让我们成为埃及首家智能制造企业，更将为当地培养大批优秀的管理和制造人才。海尔埃及生态园致力于成为区域家电制造中心。海尔是一个全球性公司，海尔最领先的技术及智能制造资源可铸就海尔家电全产业链智能升级。埃及生态园不仅能够快速满足本土需求，还能覆盖中东、北非、东南非及欧洲市场，助力埃及制造走出埃及，走向世界。最后，再一次对参加本次埃及生态园启航仪式暨五一国际劳动节庆祝活动的中埃政府和各位嘉宾表示衷心的感谢，对为项目建设做大量工作的伙伴、同事、朋友们表示衷心的感谢，祝大家五一劳动节快乐，谢谢大家，舒克朗。我仅代表个人和海尔集团向尊敬的总统阁下赠送纪念礼品。